曹三太在撞向他们之前，就一直恶狠狠地盯着他们，所以他根本就没说实话。他不管喝没喝醉酒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撞死黄山。提醒曹三太，曹三太，这个小女孩你还记得吗？你如果忘了，我可以提醒。 这个小女孩叫晶晶，她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，有很疼爱她的爸爸妈妈，有快乐的童年。可从今年的6月26号起，她就再也没说过话，再也没笑过，因为她亲眼目睹一个男人恶狠狠地开的货车撞到了她的妈妈，她的世界一下子被毁掉了。曹三太，你还要继续装失忆吗？我不是有意的。 我喝多了，我什么都不知。我是酒驾，就算不是酒驾，你也会发生这起车祸的，因为你根本不是交通肇事，你是故意杀人。曹三太，你是个孝子，本性不坏，为什么要在缉毒日那天撞死晶晶的妈妈？那30万又是怎么来的？是不是有人雇你做这件事？没有人雇我，我喝多了。 我就是喝多了，曹三太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个小女孩由于你的刺激，她从此患上了封闭症。她每天晚上都要做噩梦，梦到你撞向她妈妈的那一刻，你凶狠地目光，你毁了这孩子的一生啊！如果你还有点良心的话，你就赶快告诉我们实情。 夏警官吗？曹三太的母亲病危了，她要见你们的检队长。尹医生，是什么情况啊？她最近精神不太好，今天上午突然就不行了，我们下了病危通知书。怎么会这样？不是说换肾的手术很成功吗？也不光是肾的问题，老太太的身体和心情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住院这1年多以来，他身边又没有亲人，每天忧心忡忡的，虽然我们一直用着最好的药，但是他身体有很多器官都已经衰竭了。他说让我们一直用着最好的药，但是他身体有很多器官都已经衰竭了。大妈，行了，今天晚上一定要睡着了，就再也醒不来了。大妈，千万别这么说，您得好好活着，等着您的儿子出来来看您呢。姑娘，你告诉我。 女儿子撞人的事儿，是不是有别的隐情啊？大妈，您别乱想，没有什么隐情。我们家的家底儿，我知道。三太怎么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来？ 给我还肾，我问他，他只是说借他，可这个世道，锦上添花易，雪中送炭，难呐。姑娘，你告诉我，三太是不是出不来了？是我。
是我这条老命拖累了他呀。大妈，大妈您别难过。好，我告诉您，前一段日子我们是怀疑藏三胎，是被人花钱雇佣去撞死女警察的。可是后来我们调查过了，那些钱确实是他的朋友借给他的。还有一部分钱是医院的医生护士们看到他那么孝顺您主动捐的。至于那起车祸，他确实是喝多了酒，纯属是一场意外，您就不要多乱想了。啊，你说的真的，你可不要骗我呀。大妈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请您相信我，千万不要乱想啊。三太他在监狱表现得特别的好，就是一直记挂着您。太好了，我就知道我们三太是个好孩子。杜局，我是严厉，我现在在医院呢。严厉，情况怎么样？曹母的情况非常不好，医院已经下达了病危通知书，恐怕已经熬不过今天了。杜局，我有个请求。我想让曹三太到医院跟他母亲见最后一面。毕竟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他们彼此都是唯一的亲人了。我知道了。徐磊，你马上去义诊科，曹三太的母亲病危，申请三个小时离天探亲，紧急报省监狱管理局特批。是。妈，妈，妈，你醒一醒，妈，你睁眼看看我，儿子不孝，儿子来晚了，妈，妈，妈。为什么？我不是给我妈换肾了吗？曹三太，你以为你出钱给你母亲换肾就是对她尽孝了吗？你错了。这一年多来，你母亲在医院里忍受着寂寞和凄凉，她到最后都是在对你的思念中死去的。妈，我错，妈，留下我不好，妈。妈，妈，
这边关了几天，想家了吧？没有家。你还没娶老婆？坐监狱的时候，女人，哼，有钱就有女人。我跟你说吧，跟着老爷子干几条大的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都有。现在挺好的，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哎，我带你上露台看看。 老爷子跟我说了，不允许我出监狱。嗨，头来几天都这样，现在没事了，走，上你透透气儿。好，有什么怪罪呀，我替你担着。走，阿彪那边来信了，说钱已经准备好了。 这等着吧，秋燕，我就想不通，阿彪那边要的货又不多，钱给的也低，你说咱这货这么好，你干嘛跟他这做这个交易？吴立新给的价钱是高，不是菜点连我们全折进去了吗？阿彪嘛，做人比较谨慎。 跟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嘛，互相都知道底牌，跟他交易吧，是，利是薄了一点，可是没什么风险。要多少货，他连验都不验，就把钱打到咱们账户里了。就这一点，谁能做得到？秋燕，我明白了，现在就去办。好。 这批货嘛，是我刚研发的新品种，先拿一部分，让他到市面上去试试嘴。说实话，在鬼地方，不是久留之地啊，就是当我们给国际兄弟一份厚礼吧。秋爷，咱真的要走，不要这块宝地了？你在乎什么？不是。 曹三太，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更要好好的活着，不要让逝者走得不安心。我们希望你不要再做傻事了。你放心，你母亲的后事我们会替你安排好的，让她老人家尽早入土为安。曹三太，我可以告诉你。 我一直在医院陪你母亲走完了最后一程，他走之前一直在追问我车祸案是不是另有隐情，因为他一直在偷偷怀疑你那笔钱的来源，他是害怕你因为他的病而走上了邪路。看着他老人家那么难过的表情，我说你的那笔钱。 确实是向朋友借的，还有一部分是医院的医生捐助的，我让他不要自责。我还跟他说，你在监狱表现得非常好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就会出来，继续孝敬他老人家。所以，你母亲走得很安详，也很欣慰。到最后一刻，他都认为你还是他原来的那个好孩子。 都是我造的孽，我已经得到惩罚了。说说吧，你是怎么撞的人？
今年夏初，我正为我妈换肾等医院住院费和医药费逼得走投无路时，有一个陌生男的突然找到我，说他能给我一大笔钱，他能帮助我，条件是让我在6月26日那天开车撞一个女人。我想了3天3夜，我不想伤害人，可是一想到我妈在病床上越来越厉害，我不想看着我妈去死。后来我就答应了，直到6月26日那天我才知道我找的是一个女警，身边还坐了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。我不是行刑事，可我当时拿了钱，曹三太，30万已经打给你了，你母亲有救了，你是不是该完成你的承诺了？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就因为你的这个念头，你杀死了一个年轻的母亲，你让一个9岁的女孩没有了天真，你就毁灭了一个家庭。你去，老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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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冷静点。曹三太他有罪，自然会有法律来惩罚他。你别忘了，你是个刑警。他让青青失去了妈妈，难道你还让青青失去爸爸吗？你的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，但是你要明白，真正杀死黄山的并不是曹三太，而是在幕后花钱雇佣他的人。你说是谁雇你杀黄山的？我真不知道，到事到如今我也不想再隐瞒什么了，我真的不知道给我钱那个人究竟是谁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让我撞那个女人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有罪，我只想拿钱去救我妈，我不想看着我妈去死，都是我造的孽，我已经得到惩罚了，我连我妈最后一眼都没看到。曹三太，如果你还能活着，你要想一想，你能不能对得起你妈心里边的那个好孩子。对不起。嗨，没烟了，找根烟抽。这不烟就在桌子上吗？没看见。师爷，这幕后出来，如果出手，出动有这个时候。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批买卖，
干完之后，是魏东来养，那边才是我们的天堂。可是带着货，怎么离开济北？我自有办法。事成之后嘛，大家兄弟都可以过上好日子。秋爷昨天辛苦了一晚上，以后再有这累活，让兄弟们替您干。哼，还是你体谅我，辛苦辛苦没关系，这样大家才能过上富裕的日子。那是，谁能有您这手艺啊？我一进车间，看见那瓶瓶罐罐的，我头都大了。干好自己的活，不会亏待你们。哈喽，哎，去帮我拿茶壶去。好的。秋爷，还顺利吗？差不多了。今晚你跟我一起过去，越早出这批货嘛，我们就越早离开这个鬼地方。秋爷，要不要舍了和阿彪的那单生意？怎么？你是怕因小失大，有什么差错？嗯。我秋冷云这个道上能够混到今天，我靠了个什么？这是一个心字。答应人的事，不可以失信。这样，这次去吧，你带几个人去，快去快回，格外要小心。明白。你们怎么看？好好的一个人，沦为了杀人工具，这雇他的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选择禁毒日，晶晶妈妈又是缉毒警察，可以肯定，幕后黑手肯定是毒贩。难道真的是裘冷云那帮人干的？晶晶的妈妈车祸之前，刚刚在裘冷云的贩毒大案上立了功，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不过，我们现在也只是个猜测，没有证据。哎，对了，曹三菜的银行账户你们查了吗？那30万是不是别的账户转账给他的？督局，查过了。你看，确实是转账，可是对方的账户是很多年前用一张假的身份证办理的，所以还是没有线索。把这批货提炼好，哼，大家下辈子就不用愁了。老婆，老婆，该起床了，该起床了，早餐都做好了，快起床啦！你自己吃吧。这不吃饭啊，可对身体不好。这身体不好呀、啊，怎么光生大包饺子呀？哎呀，烦死了！自己吃吧，让我再睡会儿啊。我这两天没什么胃口。你没胃口？你怎么了？今天我休息，要不咱去医院看看呀？去什么医院呀？没事，可能是天太热了，休息两天就好了啊。那行，我自己吃了啊。小懒虫，你自己睡吧啊，你就睡吧。我吃饭去了。哎，啊！你这当警察的，这么都是老年人的作息时间啊？不是，谁是老年人生活作息啊？你没听过这句话吗？生前何必久睡，死后自会长眠。坐下，我去吃饭了啊。几个月了。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么开心的样子。只有让晶晶重新面对一次当年的事，他才能彻底改变。小凡，
谢谢。这两个字可能对于你为金金付出的一切来说，不像感情，还是不跟你说。谢谢。我真的很荣幸，看到金金现在这样，特别开心。他那么小，本来就不应该成为孤儿。那我就不对你说谢谢，说对不起。可能前段时间我状态不好，对你的帮助我不但视而不见，反而恶语相加，不要往心里去。希望你能原谅。谢谢这两个字，我还可以勉强接受。对不起就算了。徐雷，没有哪儿对不起。之前的第一次回答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完全不用觉得背上了什么情感枷锁，那就违背了我帮星星的本意。我明明就能帮星星过去，真羡慕你，永远活得那么洒脱、通透，不像我，总是患得患失。那天在金金妈妈的墓地前，你骂我骂得很狠，让我懂得了。只有拿得起才能放得下。好潇洒。也许是该潇洒一点。有什么发觉吗？你知道有一个神秘的女人去给邱冷凝打针，而且注射一种药剂，因为时间太紧，我也查不出来，就希望杜局能查一下这个女人，也许对我们自己。严顿，根据您的部署，我们查了这个神秘的女孩，是我市第三人民医院的一名护士。护士？跟裘冷凝什么关系呢？我和小丁查了他背景，有一点让我很怀疑，他的父亲是一名化学老师，已经过世很多年。裘冷凝是制毒师，他的化学功底非常了得。顺着这条线索往上查，我们果然有发现。我们查到他的父亲在裘冷凝制毒贩毒之前，曾和裘冷凝一起共事，并且非常要好的朋友。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，他还在上中学。可家里没有了经济支柱以后，日子一直过得也不错。后来他还读完了医科大学，我看这应该都是裘冷凝一直在暗中资助。这么看来，这个女孩很有可能是她的父亲在临死之前托付给裘冷凝照顾的。她跟了裘冷凝这么多年，裘冷凝又是个大毒枭，她跟她不可能没有关系。医科大学毕业，又在医院工作，难道裘冷凝的制毒原料就是他提供的？马上传讯他。你和裘冷凝是怎么认识的？他和我爸爸是朋友。你给他打的什么针？我不知道，每次都是阿孙把针剂给我，我来注射。你是怎么进去的？通过一个秘密通道。之前他们总是蒙着我的眼睛，后来熟悉了就不蒙了。通道位置在哪儿？野鸭湖。
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我们离婚吧。我应该当你的面把这个字签上。陆东，下班了没有？啊，想。你怎么这么久都不来接我了？我还以为你都不要我了呢。先生，妈妈怎么会不要你？ 你跟我拉过钩，永远都不会不要我，你不要反悔哦。哦，总算大功告成了，啊，你们都辛苦了一夜，回去好好睡一觉。 秋月，嗯，明天我们就要去给阿彪送这批货了。这批货啊，是您亲自监工，是上品中的上品，他们可占了大便宜。哎、啊，给人方便嘛，自己方便。这次我没有离开这里嘛，也要靠阿彪帮忙了。秋月，还另有远见。哎，这可是我们最后一批货了。这个浓度啊很高，所以到东南亚一带嘛，不愁找不到。 出高价的买者，他们阿波比皮货可以二次加工，我嘛就金盆洗手了。你们身边的钱呢，省着点花，下辈子也没问题了。秋月，跟着你值了。明天嘛，你就带着老王和阿柔、阿三。秋月，你也跟着去。 到时候多提醒一点三哥，不能有啥事。明白。你们就布置一下啊。阿龙，嗯，秋月定的这个规矩，你也不要多想。等到什么时候，你让他感觉到你的命都交给他了。 你的造化也就来了，那可是一辈子的富贵啊！不过，命只有一条，肯不肯，不是做出来的。老孙，就跟有病似的，成天呀，不是看书就玩那破玩意儿。三哥，还是老样子。对，先去老地方取钱。 让大家24小时待命，我们该收网了。是，阿四，我就不明白了，老爷子怎么那么赏识你呀？什么事都要听你的见解，我他妈也没听出你有什么妙计呀！心领神会。 懂吗？
你懂个屁。不过这也是为什么老爷子留你在身边的原因。行了，到时间了，走吧。哎，怎么搞的？你没长眼啊？是谭先生的我。大哥，是我不小心。走。你忍一下，一会儿办完事儿带你去换个药。三哥，这碰上水了，我怕感染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先到附近找个诊所，估计也不耽误咱什么事儿，快去快回，不耽误时间。去吧。等他回来，我在这等你。好。朝阳大街工商银行，左侧拐角，社区一。发票，大鱼要溜走，必须收网。什么时候？目前他们对我的信任，我还不知道确切的时间。但是从华三的口中得知，也就是这几天，我走后必须捕捉大鱼。因为这次他囤积了一批上好的毒品，这次准备人货一起走，从秘密通道去了东南亚。绝不能让他们离开冀北市。他们藏身的地点查清楚了吗？北郊野鸭湖。很肯定吗？虽然蒙上我的眼睛，但是我根据车速和时间判断，应该离市区50公里。上船后我能听到野鸭的叫声，因为野鸭湖的水质有特点，鸭蛋为红色。我看他们捡拾的都是这种鸭蛋。有一次我坐在别墅旁边，我发现朝阳这边特别干燥，阴面呢特别潮湿，还有蜗牛。我相信捕捞大鱼有什么建议？第一，要麻痹对方，能够自如出现胡金岛的除了华三外还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刀疤，一个是白面书生阿森，他是大鱼的智囊，这次他也带货一起跟大鱼过来，我们可以借助他的口让大鱼带货走，然后人赃并获。我来解决，欲擒故纵，让他们再得意一试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设小目标跟踪，因为目前他们对我的防范还是比较严谨的。上船后要全身检查，电子产品很难携带，而且上船后大约要走1里左右才能到达老窝。老窝是个废弃的别墅，非常隐蔽，毒品加工厂就在旁边，只有一条通道，有5、6个人把守，而且每个人身上都有枪。